Society wants me to be married with children and a house. This is what I'm doing. What's my occupation? Enjoyment. What's my destination? Happiness. Don't ask me what I do for a living, because what I do for a living is live. Yeah, I said it. Hello, 大家好，我叫苏珊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你们，欢迎大家。我叫苏珊娜，我是尼日利亚人，在拉各斯。哇塞，好难啊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见面，我的脸，我的好漂漂亮的脸，请关注一下啊。喜欢这个，不是喜欢点料，是点料，然后点料分享分享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好久没说中文啊。因为我在那个是没有朋友，没有中文朋友，所以好难说的。我 OK， 我今天想用中文 vlog， 我不知道 vlog 怎么说，博客，不可能是博客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！ Anyways， 欢迎你们，欢迎来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现在想吃早餐，我想吃我们的国家的那个，这是这个那个叫什么的，土豆蛋糕 ，beans cake 啊 ，beans cake， 然后这是牛奶。这个是 cassava， 不知道英文叫什么。然后这个是汤，和加水。贝吉塞拉瑞，哎，我这边。如果你想知道我怎么学中文，我2015年是吗？是9月去中国上学，上大学，然后2019。回来尼日利亚，因为我毕业了，是吗？所以那个4年的时候，我在中国当朋友，然后上学，然后做直播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有那个花椒，我有快手，有四个平台啊。然后2022年。是吗？2022年6月是我去迪拜做翻译，中文翻译的人。我好累啊！我们现在是3点半，我想回家。还有一个小时，我们每天下班是5点。可是我今天肯定会走，4点半就走啊。那我先给你们唱我的最爱的 C
最爱的中文歌叫告白气球。在那吧可爱的咖啡，我晒一杯冰镇了的美，我也想再演唱谁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你不不是叫谁鬼，就要闪闪的落叶，用在那满的幽会，不害怕搁在一起，拥有你就拥有这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就那天起，甜蜜的温馨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原因再说我愿意。Every day they say you collect that money. Now the day I enter, then you do. Yeah. Mr. Baba, can you travel?